生在哪？一整在桌上吧。今天其他党团有来吗？啊，其他都没来，到时候又把他推翻，我们生气。啊，不来到时候又不签，那我学生写假的啊。好，报告今天在场各位，我们今天朝野协商。我这边因为等一下陈议委员要审议药师法的协商，所以我快速处理。协商本院委员邱泰源等22人及委员李彦秀等18人，分别拟具医疗法第82条条文修正草案。好。医疗法82条，我们已经经历3次协商。那参酌卫福部、法务部、司法院的意见，那我们有一个这个协商的文字版本。请问在场大家手上有这个文字版本吗？好，需要再重念吗？还是？好，我们请医师人员念好不好？第82条，医疗业务之施行，应善记医疗上必要之注意。医师人员因执行医疗业务自身损害于病人，以故意或违反医疗上必要之注意义务，且逾越合理临床专业裁量所致者，为限，负损害赔偿责任。医师人员执行医疗业务因过失致病人死伤者，以违反医疗上必要之注意义务，且逾越合理临床专业裁量所致者，为限，负刑事责任。前2项注意义务之违反及临床专业裁量之范围，应以该医疗领域当时当地之医疗常规、医疗水准、医疗设施、工作条件及紧急迫切等客观情况为断。医疗机构因其医师人员执行医疗业务自身损害于病人，以故意或过失为限，负损害赔偿责任。宣读完毕。好，谢谢。请问卫福部、法务部跟司法院还有没有补充？嗨，主席哈，那与会各位先进哈，那个在第3段哈，我们看到医师人员执行医疗业务因过失致病人死伤有一个责，然后的倒数的第2行还有一个责哈，这两个责哈，是不是要考虑哈删掉一个责哈，会比较顺一点？另外还有在立法理由的说明第3哈，就是刑法的一个业务过失啊。立法说明各位手上有哈，大章的这张。那个业务过失啊，那我目前呢，我要检讨刑法里面呢、业务过失，现在送到行政院，可能会把业务过失这个哈，把它去就不，我们不再那个以业务过失来去论哈，是不是建议把这个业务两个字拿掉，用过失啊，这样就可以了。哪一条？在哪里？在立法说明的第3段。第三段，他的业务过失，那业务两个字，建议把它拿掉。那意思是一样，那因为未来过失嘛，对不对？对。好，所以立法说明这边的这个刮胡三，为使刑法过失之判定明确化及合理化，对不对？所以业务两个字不要。好，在场大家对于这个法务部这边的建议的这个文字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意见？就是在医疗法第3项，医师人员执行医疗业务因过失致病人死伤，我们把那个者去掉。好，致病人死伤。
逗号，以违反医疗上必要之注意义务且逾越合理临床专业裁量者所致者为限，逗号，这样子，好，少一个者，比较没有罪字。 好，这两个文字的修正我想大家应该没什么意见。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好，邱泰源委员。那个报告主席，那个第二立法的说明第二条吗？为了使第二项，为了使医师人员的医疗疏失责任，应该改成过失责任吧？因为疏失没有那个嘛，是不是大家？如果说明这边改过失责任，过失疏失，因为整个我们都是用过失了哈，在前面的文字都是用过失了，所以说明栏这边我们在第二大项为使医师人员的医疗过失责任之判定，不对吗？疏失是不是？疏忽是对，啊，行为是疏失，有了结果之后是过失，哈，对，他可能有疏失，但是是不是过失就要看我们后来的现的那个裁量状况这样子哦。好，那说明这边不动，还有，请问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意见？还有其他文字或者是文字的修正或者是补充吗？洪春委员，你要发言，直接按麦克风发言好不好？对，这个折不动，这个不动，对，留一个。请委员有意见的话，请发言。好，请问还有什么补充吗？没有。好。那针对医疗法82条修法以及这个文字的部分，在场委员，在场我们的行政单位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补充或者是在执行上需要？好，委员们这边没有意见。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医疗法82条，我们以今天的这个最终修正文字，那再麻烦卫环委员会这边我们助理给大家就是签字哈。希望我们今天可以顺利完成。谢谢大家，谢谢。还有附带决议有关那个医疗事故争议医疗事故争议处理107年1月底好，那个我们把，因为我们协商的时间拉得比较久哦，所以原来的这个修法里面，我们这个吴玉琴委员有一个附带决议哦，就是吴玉琴委员等四人所提附带决议二案里面，我们在这个原先写的是医师争议处理的这个部分哦，法制化的部分本来是106年12月底前送至行政院哦，那这个文字我想我们就顺延，我们改成107年1月底前送至行政院，是不是？那法案名称是不是变成医疗事故处理法？好，医疗事故处理法是不是？你们现在变成医疗事故处理法，比较明确一点，因为医疗争议范围很大，包含有一些费用收费的争议的啊，服务的不满意，那个不要在我们这个里面处理，我们处理的是医疗事故。医疗事故因在医疗机构接受医疗服务自身有伤害、残废跟死亡结果的事故来处理。好，所以我们在吴玉琴委员等四人所提附带决议两案里面，第二项现行的这个部分，文字变成的是卫福部应将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法之法制化草案于107年1月底前送至行政院。好，吴玉琴委员，这样文字可以吗？那第一案要不要解释一下那名称，法案的名称？因为我好像第一案也有提到这个法案名称。好，我们在这个附带决议两案里面，原来文字写医事争议处理法的处理之法制的部分，都改成医疗事故处理法。好，我们这就做一个修正。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医疗法82条，我们的这个协商文字修正通过，谢谢。
那个刘委员，那个有 copy 吗？你刚刚提的那个罚则的部分。好，我们现在开始，协商哦，要释法，这个不，不是，是这个，哦，这里，我这边刚好没有，哦，48条之3，好，等一下。请问一下那个议事人员，我们每个人手上应该是有3份，对不对？一份是经济部整理的这个对照表。都是经济部跟食药署是一样的，哦，他们一样，他自己。这个是经济部跟。这个全部这种表格全部都是经济部跟。经济部跟食药署整理的对照表。对对。好，这个。那还有是一个是单张的，是刘建国委员的48条之3。那这个是谁的？这是谁的？这是谁的？这个呢？所以我们应该是要看。我们稍等几分钟一下，好，整理一下。另外一份是那个食药署的修正的这个条文，你们都有拿到哈，好。好，我们今天呢要协商的是，本院委员邱泰源等22人及委员李彦秀等18人，分别拟具医疗法第82条条文修正。哎，不好意思，拿拍谁哦？我没有要抢静怡的那个意思，不要。支持这样子，好了，来，我们今天要协商行政院函请审议药事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啊。那我们从在你要我这边都没有。好，保留送院费就是一共有11条，就这些条。
我们上次保留啊，送院会协商的条文有第四十八条之九、第四十八条之十二到至第四十八条至十六。然后还有这边哈，其中第四十八条之十六，并委员刘建国等三人、委员吴玉琴等三人所提的修正动议等两案，第四十八条之十八、第四十八条之二十、第四十八条之二十二、第一百条之一、第一百零六条，合计保留十一条。好，我们现在从第四十八条之九开始哦。请行政机关先说明。好，食药署署长。报告委员，四十八条之九提到的，就是在我们看到第一项的第一款，这个地方是针对我们的 P1、P2、P3、P4 来加以说明。所以如果是在第一款的部分，该新药未有任何专利资讯之登录为 P1， 那第二款是该新药对应之专利权已消灭为 P2， 那第三项是该新药对应之专利权消灭后，使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核发药品许可证为 P3，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 P3。 那到 第四款就是 P4 讲的就是这个新药对应的专利权应该要撤销，或是申请药品许可证之学名药没有侵害该新药对应之专利权。是，好，上是，请问各位委员对这一条有没有意见？好，没有的话，就四十八条之十二，请行政机关说明。好，我们四十八条之九哦，就按照我们协商条文通过。来，四十八条之十二，行政机关说明。四十八条之十二是学名药药品许可证申请案涉及第四十八条之九第四款之申请者，就是刚刚的 P4。 那申请人应该至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就药品许可证申请资料齐备通知送达之次日起二十日内，以书面通知新药药品许可证所有人及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新药药品许可证所有人与所登载之专利权人、专属被授权人不同者，应一并通知之。申请人应于前项通知就其所主张之专利权应撤销或会侵犯之权利情势、续名理由及附具证据。申请人未依前二项规定通知者，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应驳回该学名药药品许可证申请案。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那个主席哈，来黄委员，对，就是现在是四十八条之十二号，哦，十二我没意见，好，好，那各位委员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按照协商条文通过。我们接下来第四十八条之十三，请各位委员看这个有黄色 highlight 的这一份哦。好，我们请行政机关说明。第四十八条之十三，专利权人或专属被授权人接获前条第一项通知以后，就其已登载之专利权提起侵权诉讼者，应自接获通知之次日起四十五日内提起之，并通知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应自新药药品许可证所有人接获前条第一项通知之次日起十五个月内暂停核发药品许可证，但有下列情事之一经审查符合本法规定者，得核发药品许可证。那第一款是专利权人或专属被授权人接获前条第一项通知后，未于四十五日内提起侵权诉讼者；第二款，专利权人或专属被授权人未依学名药药品许可证申请日前已登载之专利权提起侵权诉讼；第三，
经法院认定所有系属于侵权诉讼中之专利权，有因撤销之原因或学名药药品许可证申请人取得未侵权之判决。第四款，学名药药品许可证申请人依第十八条、第四十八条之九第四款声明之所有专利权，由专利专责机关作成举发成立审定书。第五款，当事人合意成立和解或调解。第六款，学名药药品许可证申请人依第十八、第四十八条之九第四款声明之所有专利权，其权利当然消灭。前项第一款期间之起算，以专利权人或专属被授权人最晚接获通知为准。那专利权人或是专属被授权人于第二项锁定十五个月内，就以登载之专利权取得侵权或成立之判定者，专业卫生主管机关应于该专利权消灭后，使得核发学名药药品许可证。是，这个是有关暂停核发许可证最主要的一个条文。是，是。好，谢谢署长。等一下，你就直接针对你们的那个重点做说明就好，不用再念那个条文了。那个主席，我当然有两个意见哈。还有那个黄委员。哎，第一个意见就是说，他暂停。黄委员，你的麦克风稍微对一下你的嘴巴。啊，好。他暂停核发那个药证定十五个月，那我想这个对业界来讲，其实有一定程度的难度，是不是能够在十五个月把它改成九个月？那我想有一些团体也跟他们都做过沟通，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能够做一个考量。那另外啊，十四是吧？十三对，十五个月。那啊，第二个就是因为他取消。原来讲的是说，经法院判决原告之诉驳回者，哈，能不能够再增加一项，就是专利权人或专属被授权人依第一项规定提起之侵权诉讼，其所述之事实在法律上学无理由，经法院驳回者，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再做一个条文，文字上的一些修正？好，以上谢谢。好，来，行政机关要不要做说明？还是其他委员有什么意见没有？我能不能顺便把十三、四十八、十三第五项那边顺便讲一讲，一起讲哈？哎，这个刘委员有那个吗？好。报告委员，目前我们定十五个月，是因为法院裁判需要十五个月的时间，是。我想这个部分哈，因为这个虽然你们讲法院的裁判哈，但是因为这个对这个整个这个产业界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你自己也是药界出身的，你应该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十五个月跟因为法院的时间跟我们在这个当中，要不然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当中取得另外的一个平衡点来处理？我想这个部分是好，我补充一下了哈，就是这个部分哈，我们去参考一下，有一个数据哦，就是这个在那个判决的统计，实务判决的统计哦，原厂药厂的部分是它的胜率是14%，那学名药的这个胜率哦是86%。好，这个部分我就提供给行政单位来参考啦。好，那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有这个，我想人民有这个救济权啊，所以这个部分哈，我们就依据这个药厂就是他们学名药厂用这个法院实务判决的这个统计，好，我们来做一个参考。这个刚刚讲的数据给大家做参考。请问还有其他委员要补充吗？来，刘委员。不是要说明吗？其他的国家有依照法院的那个审理时间，就好比说他们依照一审的时间，好比是推估十五个月，那大家参照别的国家的案例，它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没有，我们为什么一定要 focus 在那个十五个月？那说个几个月会对整个在执行上有什么困难吗？嘿。
报告委员，目前在美国，他们暂停核发许可证的时间是30个月，加拿大是24个月，新加坡是30个月。那澳洲他没有定期间，不过他是用禁制令的。那南韩他是定9个月。每个国家依照他们在审理这个案件时间的长短，所以就来核定这种暂停核发许可证的期间。来，除了这几个国家以外，你还有什么案例？你说南韩是9个月，然后是那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依照法院裁判的时间。是，来吴委员。有关这个时间的长短，其实真的要评估。我记得上次在这个药事法审查的时候，好像是比较谈到这位，这个是智慧财产的法院判决的时间，大概是十几个月吧，好，所以才会去定一个15个月，不然我们其实比美国还短，好，那当然比南韩长了哈。那到底如果说改成9个月或12个月，到底冲击会多大？会不会我们这边暂停了，可是法院诉讼还没结束，那会产生的就是，我发照了，可是后面还是有诉讼侵权的问题还没确认，会不会造成我不知道到底是对新药厂商比较不利，还是对我们的这个学名药的厂商不利？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说明一下？来，那个请署长还是次长要说明。好，我补充一下哈，那确实就是说，在这个专利连结的设计上哈，就是我们现在的设计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是我们其实是审查还是照审。我们只是不发证，这是第一个哈。那如果审完了之后，他其实可以去健保那边排队等的计价。那一般健保排队计价的时间大概是抓快的话，大概3个月可以完。所以你如果审的时间哈，再加上健保计价，大约加起来也是12个月到15个月。也就是说，你没有暂停，你正常的时间大概你也是要这样的时间了哈。那确实这个专利连结的机制呢，它就是尽早，假设有专利侵权疑虑的话，尽早来厘清了哈。那既然叫做尽早厘清，就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会说，那让法院有一个一审的判断之后，那就可以知道行政机关这边后续怎么做，所以才会是说用一审的时间来抓。应该停的时间是多少？所以我刚才跟各位委员讲的时间，就是说，一个是药的审查的时间，目前的现况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法院的统计是15个月的这个部分，所以是两个原因哈，所以才设计成15个月。那中国大陆在虽然是还没有生效了哈，但是他现在的草案规定是24个月。那以上是补充说明。好。那个，刘委员这边有一个，有一个提案哈，是它上面条文是写的第48条之3，但内容是跟我们这个第48条之13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就合并处理。那个，请行政机关先对这个刘委员的这个提案表示意见。我挺爱陪你陪钱就对了啦。红庭的迄个赢的，伊爱赔钱就对啊。对，伊讲过爱赔钱啊。刘委员，这是罚则的部分啦。对，很好。对，就爱赔钱对了，这个同意了。还是刘委员要先，刘委员要先讲一下吗？你的那个法则的原来的这个48条之3的部分，而且不是在处理是43条之，一样我们合这是一样，就是合并处理。Okay, 那个是不是好，行政机关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哈。那因为针对这个48条之13的这些，就是说如果有下列事情就不需要暂停嘛哈。那其实这个中间呢也跟各位委员做一些沟通了哈，那各位也有提出一些意见，所以是不是行政机关这边是不是很快我们就把针对跟委员沟通的部分呢，我们同意来增列的，在是不是这边简单报告一下。所以刚才署长报告的原来的草案是有7个款嘛哈，
原来行政部门有七个款，那个有六款，有六款嘛哈。那所以我们现在食药署加了一款，对，现在就是增列第三款，好，增列第三款，那其他就往后推嘛哈。所以增列第三款就是专利权人或专属被授权人，依第一项规定提起之侵权诉讼，经法院依民事诉讼法第249条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裁判原告之诉驳回。这是增列的第三款，就是回应各位委员在沟通协调时候的一个意见。那我们把它增列，这是第一点说明。那第二点呢，就是也有提到说，这个专利权人提起专利诉讼，那如果有这种滥用的情形呢，那没有一个机制可以来抑制了哈。那刘委员的意见应该也是这样的部分。那行政机关这边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呢，在这一条增订最后一项，好，增订一项呢，那增订这一项我们的文字是，专利权人或专属被授权人依第一项规定提起的侵权诉讼，因致使不当行使专利权，致使学名药药品许可证申请人因暂停核发药品许可证受有损害者，应负赔偿责任。就是我们这个是参考这个制裁法院审理法第22条第五项跟专利法第107条等等相关规定哈来增列。那以上新增的两个条文做报告。刘委员，那跟主席补充一下了哈。我想刚才因为在提到那个15个月跟12个月，还是说其他国家的那个庭审的那挂钩那个时间的哈，基本上这样。我原本是有要先处理这个了哈，那如果要把我这个列进去，一起讨论，当然我也没有意见。不过我先表述，我是觉得如果一样在审理中，然后又配合所谓陈总刚才侧长所讲的，他还可以去健保那边去挂号，那个流程如果简单讲是12个月哈，黄委员，我意思呢，如果是安尼啦哈。那15个月，因行政机关是15个月啦。啊，都要处理了，家己来讲嘛。伊赶快审理，伊是无听，伊是听话啦吼，伊是无法。啊，赶快你审理中嘛。啊，伊赶快那去健保需要挂号，剩下在那是12个月。啊，恁咱是袂当改12个月啦，就比较韩国安尼啦。好，安尼看会当嘛？对啊，对，但那目标当然是9个月，是当然是业界是期待是9个月嘛。那行政韩国是9个月，谁？韩国是9个月吗？韩国9个月，你这又在瞎扯高位。韩国九个月是因为韩国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机制，它韩国是它的，就是它的特许厅，它的专利局呢，它有一个机制，它有一个机制叫做确认这个专利，好，这个药品有没有落入到专利范围这样的机制，其他国家都没有。那它这个机制的审理期间呢，它是可以在9个月审完，所以它也是相当于一个第一次的一个决定的时间，用这样的基础来决定要停多久的问题。对，好，我是表示我的意见的哈。那等一下请招我一下综合大家意见再做结论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因为我提了要增订了这个条文，那刚才经济部的回应，我是针对他所谓的因致使不当这四个字哈来做一个回应的哈。因为第一个，这个细针这个产品是被中央主管机关暂停核发许可证，好，这是一个前提嘛，对不对？而被剥夺这些业界上市自由竞争的机会。那专利权人或专属被授权人若提起专利诉讼败诉后会抗辩，并无致使不当，那就会盖其依法通知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暂停核发许可证，中央主管机关也是依药师法暂停这个核发许可证。我这第一个理由了哈。那第二个理由，这个学名要不易证明受有损害或受损害之范围，所以应该要有具体的明确这样标准，使得这个损害得以填补哈。那第三个是，
最主要是维护我国健保、财政还有患者支出之利益了哈，确保行政跟司法资源不遭滥用。我们今天定这个是希望可以只送而不是鼓励在新送了哈，所以也具体补偿被暂缓核发许可证的这些学名药的业者，所以我才会建议做这个整个提案的修正。那我这个提案的修正是参考澳洲跟加拿大的这个立法例哈，规定专利权人或专属被授权人若未获得专利侵权胜诉判决，应就学名药者因暂时停发许可证而受损害或损害赔偿责任，还要可以行政罚款。我现在表达意思不晓得能够清楚吗？哈，条文里面内容是这样，黄市长要赔偿，还有行政罚款。哈，我说是那个我针对委员的意见哈，我说明一下哈。第一个，这个设计是因为今天的学名要来申请上市的时候，它叫做学名药，所以它是它不用重做实验数据，它是依附在原厂药的实验数据下来申请送审，所以它其实是简化了很多程序的。那你简化了这个很多程序，其实原厂药，包括不管是新成分新药或者是新用途等等，它针对它这个新药，它自己要做实验的。那学名药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我就告诉卫生主管机关说，我为什么不用重做实验呢？因为已经有人做过了，我不用做。所以一方面是给他方便，他不用重做实验，但是一方面就是说，那你总是不要侵害专利权嘛。这是一个平衡的机制。好，那所以假设今天学名药他来申请上市的时候，原厂药还在专利权期间，那就要思考说，那这样对专利权人是不是不公平。好，一方面我要让你去利用我的做出来的实验数据，那大家都可以知道实验数据其实是花非常多的经费来做，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国产药开始在开发这种新药，也都要自己做实验数据，就可以体会这个实验数据要的钱。那从过往我们统计的数据哦，99年到105年去核发的这个药证的583张里面呢，学名药核发是31张。那这个31张里面呢，在原厂药还有效存在的，其实只有9张。那只有其中的9张里面只有3张在原厂药的专利权去拿健保核价，所以呢，所以其实这个在过往时间其实就没有很多这种的情形，没有很多侵害的情形啦。那你今天只是让它厘清而已，所以第一个对原厂药来说，一方面告诉他说学名药可以依附你的实验数据，一方面你总要给他一个适当的保护，所以我想他的目的是这样。那我想加拿大跟澳洲的机制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加拿大他本来就是用行政罚款在处罚的部分，那跟我们这里已经都用诉讼来主张了。那至于那个刘委员讲到这个部分，就是说他有专利权，他可不可以去主张权利？那这个其实跟一般的其他，我认为我有权利，我可以去提告，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好，那他提告他输了以后，现在其他的我们看到的机制就是，你要有条件限制，你才可以说我原告告输了，我要怎么样是负担损害赔偿？所以我们才会去参考既有的机制，在这种致死不当的时候要损害赔偿。那至于损害赔偿怎么计算，那这个本来就是现在既有的机制，就是要损害赔偿的计算。所以这个部分行政机关是提出新的第5项的条文文字来给各位委员参考。好，那个刘委员之后换那个李委员，有没有再讲他的？要不要跟你讲？好，好，谢谢主席哦。因为这个案子上次在文会讨论的时候，讨论到晚上6、7点钟哦。我的态度其实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案子其实当时经济部跟卫福部都提出来说，这个是为了 TFA 跟 TPP， 所以我们要急于修订这个药事法。哦，那我是不清楚，就是说我们现在跟美国谈判，我们在台美的贸易谈判进度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个药事法通过之后，
对整体台湾的，无论是加入 CPTPP 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因为现在看起来 TIFA 跟 TPP 都没有了嘛，所以我是不清楚这个部分未来对于我们在做其他的贸易谈判到底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第一个，这是我等一下要请行政机关说明的。好，第二件事情，我回到法律的层面去看这整个条文的修正。上一次在讨论的时候，我已经提到我们整个法案处理的方式，就是专利连结制度。我们是把当专利权利人提起侵权的时候，我们就同时并行停止发证的法律效果，也就是我们采取凝滞侵权的方式。但是如果说过去按照案例的判例，法院的判例，我们真的是侵权的案例非常非常多，台湾在学名药的部分形象真的非常差，真的有侵权的状况的话，那你要用凝滞侵权的方式，或许我觉得为了调整台湾的国际形象，那我们可以用采取这样的方式。但是我这边调出来，从司法院提供出来的资料，以前有关智慧财产权在医药的专利的部分，第一审胜诉的大概只有1/5到1/6，也就是说那个比例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低的。那我们现在采用凝滞侵权的方式，只要有人一提起说这有可能侵权，那我们就停止发证，这样子的比例，第一个是不是合理？哦，就是说对学名药而言，它是不是过于严苛？这是我上次在委员会讨论的时候，我已经提出来了。这对台湾，我们已经努力的在学名药的步程上，我们已经推动了这么久，会不会对于我们未来学名药的这个继续的发展有严重的受挫？这个我觉得是卫福部自己要思考清楚的地方。所以站在我的立场，我再一次的提醒。第二个，在法律的层面上，我希望司法院等一下再一次说明清楚举证的责任。你们虽然现在提出一个补救的方式，你说没关系，如果说他提起诉讼的话，那我们有一个举证的方式哦，包括那个比例的部分。哦，好，我们增订了第48条13(5)。有提到说致使不当行使专利权这个部分哦，就是说举证的责任要让这个申请人，要让申请人，就是说有一个补救的方式。那我参考了举证的责任的部分，有关于民事诉讼法暂时处分的规定，第538条(3)的规定哦，就是说当要负担赔偿的责任哦，除非就是说如果他申请暂停处分状态，也就原学美国的药厂，假设是美国的药厂，他申请暂时状态的人，如果他之后败诉了，就要负担赔偿责任，除非他能够证明自己是没有过失的。也就是说举证责任是在申请人身上哦，按照民事诉讼法是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我们现在在第48条(13)，我们还是要求说变成是我们被告的人，我们要自己去证明自己是无罪，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去做一些举证的责任。所以这个部分举证的责任上，我觉得在这次条文修正中，我觉得有没有必要去做一些调整。照按照道理说，是不是应该申请人他要做一些举证的责任，否则或者是我觉得应该是参考民事诉讼法暂定处分的这个规定，应该是要由原药厂申请人他去做一些举证的责任。那第二点，有关于致使不当这个部分是如何去界定？因为致使不当的部分在法律的字眼上它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将来什么叫做致使不当，其实待会也请司法院是不是能够表示一些意见。这会不会只有造成说是仅有故意或诉权滥用的情形才能够请求赔偿？那这个故意跟诉权的滥用的部分，其实这个界定怎么去界定？会不会变成说我最后的认定上，到最后我变成我得不到我应该有的损害赔偿？更何况我们现在民法里面第184条已经有一个损害赔偿的规定。那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在写这样的法律字眼，其实有叠床架屋的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用民法已经可以去补充这一个部分。那
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在法令上写都是有点叠床架屋。那第三点，最后一点我要提起的就是说，后续贤明药的部分，因为暂停发证的缘故，未来其实在赔偿的部分能不能够拿得到，这也是我有疑义的。如果说过去几乎在法院的诉讼有关于专利连结有关专利的部分，其实原药厂其实到最后都是败诉，那后续的赔偿事实上是相对的重要但是损害的金额我们能不能够证明的出来说它到底损失多少，因为在学名药的部分暂停上市所失去的利益，其实这个界定上其实我都觉得是非常的困难，待会可以请卫福部部长再做一下补充说明，所以请司法院未来对于这个类似的案件也说明一下，请求权人到底负担多少的举证责任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责任我觉得这三点是我想要请司法院还有包括卫福部再一次厘清。那最后一点我要提醒主管机关其实在 TPP 的第 18.53 条规定当中，专利连结其实都只是一个替代的手段，重点呢其实是在于通知专利权人和给予一些救济的时间，所以我刚才提出来这几个是我认为应该要厘清，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充分而坚实的理由，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药事法的修正，如果要匆促的出去的话，我觉得对于整体台湾产业学名药的影响事实上是非常大，即便我们现在有提出一个法律的修正案请求赔偿这个部分，但是我觉得在法律上的这个保护上我觉得还是不够坚强。以上是我的说明。好，谢谢。来，黄国昌委员。我先代表时代力量党团对这一次药事法里面的推动专利连结的制度表达党团的立场，绝对不赞成。我再说一次，绝对不赞成。具体的理由，上一次在卫环委员会的时候，我记得跟卫福部也好，经济部也好，乃至于智慧财产法院的法官，实质上面的理由我已经表示过非常多次了，我今天也不要再赘述，因为这都有公开委员会的记录可以去讨论。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是到今天协商的时候，对上次委员会所讨论出来实质上面的法律问题，根本没有去做完整的处理，那这样子的条文我无法同意，也不认为在协商的时候会有任何的进展。我要更具体的讲就是可能到时候有请司法院或者是其他部会的官员回应在记录上面明确的载明，因为我刚刚有私下请教司法院今天代表的官员，我的质疑是司法院这样的条文你们也同意吗？司法院的官员刚刚跟我的回答是司法院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完全没有立场。一个司法院可以这样做吗？没有关系，如果我有理解错误的话，等一下再请公开发言，记在会议记录上面里面表白。我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个，请主管机关跟司法院回答我国目前定暂时状态的处分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满足国际公约吗？是这样吗？如果答案是这样子的话，请表明法律见解的依据是什么，讲清楚，把话讲清楚。第二个部分，就定暂时状态的处分可以用，现在是加一个什么致使不当负损害赔偿责任，我必须要讲啦，加那个条文根本是废话，你有加没有加是一模一样，你有加没有加是一模一样。今天定暂时状态的处分，他所要求提出一开始释明的时候要求的证据资料，乃至于附加担保的制度，在目前这个专利连结的条文上面在哪里？那现在这个部分就摆明的就是什么？摆明的就是让专利权人或者是主张自己专利权有效的人，他可以透过一个非常简易的程序，就达到了垄断市场这样子的目的。那妨害其他的人在市场上面进行公平竞争，我没有办法相信，也没有办法理解。我国如果要跟国际竞争接轨，要跟国际潮流接轨，要跟国际规范接轨，结果竟然是采用这样子一个独厚于专利权人的制度。那当然啦，如果说其他的党团或其他委员同意的话也没有关系，那这个条文我们就到院会的时候再辩论表决处理，时代力量党团绝对不可能同意。谢谢。我刚才就还那个，不是刚刚刘委员他的部分还没有。对啊，
我因为我刚才是先给两位委员先讲的嘛，我是回应刚才市长这两位讲法，基本上我真的是有点担忧了，因为今天如果说你站在专利权人的角度，你用这样去做思考，然后面对这些学名药者的一些状态，好像他们是凭你行事，然后义务在整个专利权人他整个在发展这个制药的过程里面，那我就这是一说了，好，这是一说，我倒不会有什么多大意见。但是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国会议员在监督这个法案的修正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站在维护本土业者的这样的相关权益嘛？那我们在质询的时候也询问过你们，最终专利权人提告的过程里面的这种胜率怎么样嘛？那刚才招委也宣告大家嘛，哈，基本上他们败诉的是86%嘛，胜诉只有14%嘛，应该是用这种角度来思考这个修法的方向，怎么会变成？所以我才刚才想说让两位委员先讲完哈，那刚才李委员跟那个黄委员都已经这样表述嘛，那倒不如这个话到底还要不要称呼你们的开宗明义说要配合 TPP， 如果没有的话，这我还要再修吗？那个不好意思，待会儿我让那个王次长回应一下，再请。好，对不起，那我要再讲几个事情好不好？对不起，我简单，我很快，我有话公说，我连没有来。我们凌晨。我们在讲说这个事情是看结果论来缓推，所以变成我们要修法的一个参考。哦，所以刚才就主席宣告那个数据，这整个诉讼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所以我这边有几点的哈，各位也听看看。学名药厂，台湾的学名药厂是按照我们药事法来申请查验登记吗？符合相关法令，所以应核发药品许可证。但卫福部未来是将依照版本修法后而给予专利权人有提起民事诉讼来暂缓核发许可证，好，而且不给学名药厂有任何答辩或救济的机会哦，是不是这样？哦，不是嘛？好，没关系，你明天解释哈。现在我们大概整理几项了哈，等同由专利权人来决定是否要暂时核发，直接剥夺学名药厂即使可以取得许可药证的权利。那为什么台湾的这个药品许可证的核发时间，最后是由非国家机关甚至外国专利权人来决定？刚才那一段大家没有办法认同，没关系，先拿掉嘛。那我后面讲的这个大家可以认同吧？他只要发动，我们就是暂时啊，停止核发。事实上这样啊。那我还是要反推到最后的结果论，他们每次发动，他们的胜率就是17%、啊，也不要说14%了，20%也没关系嘛。那对这段时间，这些学名药上市的时间，还有国人药病患要享用到这些比较药效一样，然后比较便宜的药的这样的一个损害，卫生主管机关原本就要帮人民把关嘛，对不对？那怎么会今天反过来是这帮专利权人在做这样的量身定做的思考的一种模式在走？我是觉得这样有点奇怪了哈。还有，而且专利连结制度的登立专利，卫生部完全不审查哈，然后借限制学名药厂的权利。理由是什么？因为卫生部就没有这个能力嘛，卫生部要审查药品安全有效等、安全性有效等，怎么可以用这种理由来限制人民选择用药权利？这个有没有违宪的问题啊？好，我还有几点呢，我先讲到这边就好，那后续我们再来讲啊，谢谢。好，我请委员。不好意思，我先等一下要赶另外一场哈，那所以我今天先发言哈，就是有关行政院其实有专利法那边也在修正的条文，提到我们这个药事法的48条第13项的这个规定啊，如果我们提出这个应该说原厂药提出的这个侵害的一个侵害其专利的一个确认之诉哈，那其实。某个程度，就专利法那边其实也规范了，说原厂药即使在没有药事法的登录的情况下，原厂药还是可以就它专利的部分对学名药提出诉讼。所以其实有没有规范，它都会提出诉讼。那我们的学名药我们的这个药事法里面的专利连结，确实是保障了这个原厂药哈，有15个月。
对学名药的一个签字，其实已经给我们原厂药一个很大的工具的哈，这个武器哈。那所以对学名药来讲哈，是否是否真的会侵权？它的上市确实会耽搁哈，因为这个还要法院判定，可是它还是耽搁会上市的时间哈。我们是挡了它上市的一个时间，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是照美国的专利连结的制度在设计，可是美国其实有一个排除机制。好，就是允许学名药就它的这个原厂药开发的适应症，有些不是它的适应症，它可以好在相关的这个排除的部分，它可以回避专利哈，回避专利的一个这个机会啊。可是我们在国内的这次在修法的过程中，我们药师法里面有关这个排除的机制，却没有引用到我们的条文里面来哈。所以我这部分其实有跟我们食药署这边反映了哈，说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一并，不能说只有保障原厂药，那其实美国的这个排除机制也保障了学名药，我只要不侵犯它的专利权，我就可以上市。哦，我可以排除我这个适应症啦，啊，或是哪些的一个症，那个这个这个只要不侵犯它的专利权，哈，那它是还是可以上市。哦，它不要去宣称某一些疗效啊，或是适应症。所以我想这部分我们应该要。对我们自己的国内的学名药应该也要有一些保障，或是所谓的这个应该给予一个条文上的一个合理啦哈。既然我们一直强调说我们这个整个专利连结是来自美国制度，按美国有，为什么我们却把它放掉或不纳入这个药师法哈？所以我想还是在这部分请食药署这边或者是经济部这边整个一并来思考啊，对于美国的这个所谓制度里面专利连结的制度里面有一个排除机制，应该要纳入我们的法条文里面来做思考，好吧？谢谢。好，那个我想这样哈，因为这个条文从上个会期哦，大家就意见很多，一直到现在，但是我们这。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就是说接到司法院或者这个经济部这边比较详细的说明。好，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各位委员其实真的是意见跟疑问是相当多的，所以我想请这两个部会可以就是说再提供多一点的这个资料好跟数据给我们，然后说服大家，而不是因为坦白讲我想在座各位委员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啦，就是现在我们到底是在急什么？那如果真的急，也麻烦跟我们说明一下。我想刚刚李彦秀委员也有提到哈，到底我们这样子的这个专利连结，对于这个未来要跟我们要签署的各项协定哦，到底是有什么样？现在目前到底是急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又可以从这个中间得到什么样的最大利益哦？就都这个部分都要请经济部跟我们好好说明一下。主席，因为这个条文已经是关键条文，既然大家都没有办法有共识，因为我们从今天早上开会到现在，等一下两点半隔壁要继续审。我看这样子好不好？我了解各位的意思哈，但我们还是几分钟让次长针对这个部分先大致上说明一下，那细节资料部分再补充给我们，因为接下来这个条文这个我觉得很难再继续讨论下去了哈。那个我说明一下，刚才那个吴委员提的那个就是说万一他没有侵权的时候，要不要去仿美国的部分做一个排除的条文哦？那我们这个部分呢，如果等一下委员可以，我们也初步有一个设计的条文出来哈，那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跟各位委员宣读了哈。我想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其实我还是要再说明一遍哦，就是说这个机制大家一直在讲说是保护本土的药业哦，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本土的药，我们希望它朝研发的方向走。其实现在我们的本土药业也很多开始在做研发药了。做研发药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是需要得到专利保护的。我想这个是一个不是所谓的一翻两瞪眼什么外国药跟本土药，而是说我们今天要去保护有好的专利保护的药，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我也再强调一遍，今天之所以要设立这个机制，是因为今天来申请的学名药
他其实会用这个机制，是因为他不用重新去做相关的实验数据，也就是说他是依赖的原厂药的实验数据来申请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你依赖他，你其实省掉非常多的一个重新成本的一个付出，但是你也可以未来审查的时候可以比较快速，也可以减少这个费用。所以这个大前提，刚才委员讲说那个专利权人要举证，那事实上的专利权人根本不用举证，而是说学名药会去依赖他的适应症，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就是说他就是依赖他的，他如果没有依赖他，他就可以自己重新提出他的实验数据了。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权利人会有这样要求？那因为没有这个过往没有这样一个设计，所以没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声明之后要把这个资料呢要透明化，所以原厂药或者是说这个新的药他不会知道说，如果今天来申请，像卫福部申请的药是跟我还有效专利有重叠的话，他不会知道，因为每一个药厂都是对卫福部，但是没有这样一个透明的机制可以了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及早来说，很抱歉，我的专利还在的话，你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就没有办法这个启动这个机制。所以这个专利连结主要是早一点，第一个原厂要把你的专利资讯跟那个药去勾稽了之后，让大家都可以知道，第一个是透明的，第二个呢，学美要来申请的时候也可以知道说，我今天要来申请的时候到底那个药的专利权是失效了没有。好，那所以用这样的透明机制来解决，所以这个跟这个原来的这个诉讼说比率低，那这个确实比率我们目前这个原告的比率相对是比较低是没有错，但是它没有这个必然的关系，它是一个预防大家在还没有专利权还没有到之后就赶快确定的。那这样的一个条文呢，在原来 TPP 的条文有，那现在目前美国退出之后的 CPTPP 里面这个条文还是存在的，好，所以他也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点，就是说能够尽早来厘清有没有专利侵权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这个意思好就是要尽早厘清的问题。所以刚才这个黄国昌委员提到了这个现有的民事诉讼定暂时状态，这个我们其实也有把相关的缩帖拿给委员参考，也就是说你用定暂时状态这样的机制的时候，反而按照我们的民事诉讼法，他一定要等到本诉判决完了之后才能够解除，所以那样的时间反而是会更长的，反而是会更长，所以你定一个期间呢，那反而是比较快的明朗，就是说那这个药主管机关可以继续审，不要继续审等等。那我想这个部分就说，第一个对这样的机制呢，可能一部分的本土药厂会觉得对它冲击很大，但是就我们的理解，我们的本土药厂在做研发的时候，他其实有做研发，他就会知道我花这么多的钱在做研发，我要不要得到相对也可以得到一个适当的保护，这是对台湾的产业升级，我们的生技医药花了非常多的资源在投入，我们要的无非是它能够有国际竞争力，无非是它能够朝研发的方向来走。所以第一个这个条文其实最大最长远的目标是这样，那当然这个条文虽然目前的 CPTPP 还很缓慢，可是我们其实该对美的这个 TIFA 谈判的议题之内呢，那美方给我们的要求，我们其实在好几年前也有同意要把这个机制引进进来，那我想台湾国际的处境也是困难的，那对我们本土也不是都是一面不利的，而是说可能大家觉得会有短期的阵痛，我想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还是要去让台湾往前走。我先简单做一个说明。那个陈曼丽委员，谢谢次长的再说明了。我想对于这个保护本土药那我们又跟我们的这个TPP 的这个事情又扯在一起了，因为我是在想是说，如果是说我们是保护本土药的话呢，事实上在我们的国内应该有一个专利的一个系统，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国内不会是说
大家查不到哈。现在可能是比较会有疑惑的，反而是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些的就是专利的原厂药哈。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如果是说要厘清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的相关的公部门在核可的过程当中，可能要有更多的资讯的来源，因为我想国内的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哦，那国际的部分可能才会是有问题。所以我是在想是说，我们的这一方面的资讯怎么样来才能够完整，然后让我们的资讯也能够透明。如果是说我今天是一个玄迷药的这个厂商的话，我可能我也可以在我们的相关的系统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不是还有它的一个专利权的一个保障的期间。所以我在想是说，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更好，然后让我们把那个刚刚有讲到的两个不同方向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在我们立法的时候要搞清楚，到底我们是要做保护本土的药商药的这个部分，还是说我们是要跟TPP 要跟它连结。那我想说这国内的和国际的应该是两种不同的思维。以上请部长之后再王次长。好，那个主席各位委员哈，我们先把这个法，我们最主要定这个法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哈，我们先稍微厘清一下。第一个并没有保护特定的谁，我们是要保护研发，我们要保护这个专利，好，是站在这样的一个第一个最前进的一个精神。那你对于专利你不保护，那对来对研发的量能必然会产生一些影响。那台湾现在我们要发展生技，那也鼓励新药，换句话说我们也需要对我们自己的专利做一些保护，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在所有的在专利是属于属地属地，所以有专利的在台湾的大家都会有，大家的资料是很清楚的。然后第三个呢，大家来看看说这样的一个连结除了透明之外，事实上呢它实质的意义并不高，好，实质意义并不高，但是也彰显我们对专利的一个尊重。好，所以刚刚大家提到是说15个月、9个月等等的，我们就来看看说它这样发生的效益，说法律裁判它我们赢的有20几%，那换句话说保护期间不宜太长了，好，因为事实显示，好，这样子的东西受保护只有14%嘛，好，那八成人是没有嘛，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里面，我们可以来考虑说，时间上是不是跟大家的权益是能够相接近一点啊？好，所以我们根据刚刚也市长，我们的那个市长也讲过，我们这边也讲过，说我们本来审查大概就要9个月，然后在那个健保的核价，大家讲3个月，其实在我所知道，一次就要过的是很少了，好，大概3到6个月，好，所以基本上呢，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大家还是要12个月到15个月，好，所以我们抓15个月，表示我们对专利的一个尊重。好，但是委员有疑虑或者各方的想法或保护，在我们现在整个的市场还没有成熟，就研发的市场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那是不是考虑把时间再缩短一点？那我认为这是可以来谈的。好，那个王次长，那个刚才陈委员提的那个是不是在保护国外专利？其实不是哈，就是说这个机制保护的一定是在国内有专利权，但是专利权的资讯目前在智慧财产局都有非常透明，但是这一颗药到底对应到哪一个专利，齁，没有这个机制，是目前是没有这个制度，没有这样的一个透明化的制度。所以为什么会需要有这个制度，让原厂药来申请这个药的审查时候，原厂药就要告诉大家说我这个原厂的药对应的专利号码是什么，专利到期期间是什么，主要是要增加这样的一个制度。对，好，那个其他委员有要补充吗？来，刘委员，我是衷心的建议了哈，我想，身为一个执政党委员哈，那执政党要推的政策相关法律修正，基本上我们绝对会去支持跟捍卫的哈。但是这个法律的修正的过程里面，如果造成有诸多的这样的一个疑虑，那我是希望还是可以有沟通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包含召开公听也可以。那王次的讲法，有时候也不要把国会议员在审查法案过程里面限缩到我们只顾一方，没有顾另外其他的方向的发展，应该不会狭隘到这种程度了。哦，这个我刚才已经特别提到了，
那最后一点就是说，刚才在讲说整个诉讼过程的这种败率跟胜率的情况之下，跟这个事情好像又没有绝对的关系。这我说，我会觉得有点道貌岸然的哈。今天如果整个专利权人他提告的过程里面，我觉得他如果胜诉的比例非常高，今天要来审这个法案，那个角度讲法又不太一样，大家讨论的空间又不太一样了。另外一个，我们也没有去把澳洲实际案例针对他们的专利权人在他们贵国在主张这样的一个侵权的过程里面，事后如果败诉，他们的国家是可以要求厂家要赔偿。他们的政府是可以要求厂家要行政罚款，最少是1000单位澳币以上。那他们是没有做这些事情的。澳洲对美国可以，澳洲对其他国家可以。台湾现今尚未修法之前的状态是怎么样？未来修法之后的状态又是怎么样？我还没有把这个案提出来说，我们要不要比照这样更严谨的方式去做处理，让该受到保护的要保护，让这个人家应该要享受到的这样的权利的人，该去不因为诉讼的过程里面去损害到的权利，还有事后的赔偿，还有事后的行政主管机关的主张，这个要不要处理？好，所以我是觉得是不是有机会来建立招委了哈，还有公部门的相关的主政的这些长官了哈，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个更公开更透明的一个公听会，大家好好来针对这个事情好来讨论，不然我有时候觉得这样的对话过程里面，好像彼此之间那种起见落差还蛮大的哈。但是最主要还是为了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产业也好，这样的本土业者也好，对于专利权人的保护也好，我都希望我们都是这几方面都可以有进展的空间，而不是只有确保一方，然后去损害他方，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审查法案，我们也不会朝向这样的一个自我限缩的方向去走哈。这不是弯的构型来，谢谢。好，我想这样哈，因为大家其实就卡在这个条文哦。那我想最后就是我们让那个陈部长做一下补充。那我们今天讨论就暂时先到这边哈，因为我想有需要。那个行政单位有需要更多的准备哦，让那个各位委员了解一下，好，更多的细节。那个刘委员，你要稍等一下、哦，部长有要讲给你听哈、哦。我不敢，就是说，我是建议，就是说，至少让我们就是说休息5分钟，那我们跟委员详细的说明一下。好，大家把事情讲清楚，那对未来我们再往前走也有帮助。因为我们今天还5分钟在。休困5分钟，阿哥讲解，应该可能比较快。那个部长，因为我们现在在场的委员只有这几位，我觉得你就是公开讲这样子，也不用是说在私下这样子讲、啊。因为今天有些党团他们就不签，那不签我们，而且这个条文卡在这边，我们后面也很难再讨论下去、啊。我倒觉得其他党团不签那个还，可是我们自己至少在场，我们自己同一党委员应该要我们自己同党委员的立场，是不是？哦，刚才大家都有讲、啊，如果进一委员要补充的话，没有，我们要补充，我只是希望，我也觉得像主席讲，希望能够让。案子可以出去，所以能够顺利啦。对。那个陈部长，我们虽然大家好像那个共识很低了哈，不过我们这边跟经济部都有同样的看法了哈。如果今天能够送出委员会，是我们的期待了哈。那看起来可能性很低，不过还是抱着这样的期待。我很为难的没有我一方面有责任，就是当然我们要尽量来支持，就是我们的这个政策哈。那但是就是看来是一百个文件，我刚刚打来了，对啊，各位同意哦，没有意见。那我们先休息5分钟，大家把握时间一下。
因为是他第一时间，虽然后来对他玩那个，他会谈过一些，但是。
我们现在在等。
好，我们继续开会哦。那个，我是请那个部长，你刚刚有要再补充一下？好，我们那个48条至13，我们这样有一个对应的条文哈，根据委员的意见，我们有相对的修订，刚才已经念过哈。那我们现在建议就是说呢，15个月哈，15个月次日起15个月，我们修正为12个月。好，那在以后的条文有相关的一个15个月，我们就会跟着哈整体的整理。好，所以在13条里面，我们修正为12个月。那这样大家很下面比较多的争议，因为它比较切合实际的情况，所以相对的争议应该是能够减到最低。好，那个修正到12个月的部分，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哈。好，那12个月就是目前大家最大公约数了。那个刘委员的。你的提案的部分，目前是第五项一并处理。可是是要对我知道，但是是我们要按照食药署的版本，还是按照刘委员的？对，刘委员的版本已经变成第五项，他到第五项了，是不是？刘建国。OK， 好，调一下，调一下，在这里嘛吼。刘委员的提案哈，我们并到第五项。48条，等一下，48条至13的第五项，请问刘委员这样子有没有意见？没有。好。好，那我们48条至13。是。好，那我们48条至13就按照我们的刚刚讨论的这个版本，食药署的版本加上。对，等一下，48条至13哦，就按照食药署的版本，但是把这个合法把这个第二项的15个月改成12个月，然后刘委员的并到第五项通过。他的十五个月我们会一并检视，其他的款条次有。好，那我们的这个条文就按照我们协商的这个通过哈，然后其他条次就依照48至13条做修正。好，来48条至14。报主席，第三项有一个15个月要一并修。对啊，相关的有联动的，我们一起联动做一个调整哈。好，我们48至14，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好，没有的话就照案通过。48条至15，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主席，你要讲48条至43的第五项是跟食药署的版本并案。我提的，刚才市长说明啊，说您的那个进步二组那个条文的内容，你要不要用麦克风？我听不到，恭喜拜我哎。你用麦克风讲。那个署长说明一下好不好？你就并这个嘛。我们会并入刘委员所提的，就是专利权人或专属被授权人依第48条至13第一项规定提起之侵权诉讼，如未获学名药许可证申请人侵害专利之胜诉确定判决，应赔偿学名药药品许可证。对，有这个。我讲快。对，嘿，我们会留这个。是吗？是，嘿。就这一点，就用我们的版本，只要到这个吗？是，那我们把这个就好，是。对不起哈，我更正一下，我们最后面第五项是加入专利权人或专属被授权人依第一项规定提起之侵权诉讼，因致使不当行使专利权，致使学名药药品许可证申请人因暂停核发药品许可证受有损害者，应负赔偿责任。吗？不是刘委员的。
就看你要不要接受。我让你们这样讲，我以为是直接把刘委员的那个他这边的这个罚款定到第五项，你们是要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那因为刚才部长也讲了，就是说对暂停的时间，那也做了一个退让，然后就是把现在的条文的十五个月，就是把它缩为十二个月啦。那这个十二个月，其实他那个暂停的这个期间，跟现在的去审一个学民药再去健保合价期间，其实坦白讲已经把这个争议降到最小最小了啦。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设计反而是比，就是说这样前面的设计反而比后面、哦、有没有去设计其实比较重要，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刘委员的那一种规定，也就是说对一个原厂药来讲，我今天有一个专利权还存在，然后我去主张专利有没有侵权的部分，然后刘委员的意见其实是要说用营业额多少多少来损赔、哦、那这个在这个立法体力上、哦、其实是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立法体力啦。那我们觉得也是不是很妥当，所以我们才去找一个就是这个定暂时状态的处分，就是因为定这个 stay 嘛，哈，也是让他一样，这个程序不走，所以就用这样的立法体例说，如果你有不当来致使不当来行使权利的时候，那么你是要来负损害赔偿。所以我们的建议是说用这样的一个版本啦。好，请问刘委员意见如何？可以接受食药署的版本吗？好，我们休息两分钟沟通一下哦。
报告赵伟，那个经部长来诚恳的沟通之后，也接受了十五个月改十二个月，损害降息最低的哈，这个我们接受了。那其他那个我们的条文就变案嘛哈，保留到院内协商。好，好，好，谢谢。那就这个部分48条之13，好，那个刘，我们这个先保留啊，你不是在隔壁了。好，接下来48条之14，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就照行政院的提案。好，没有的话，我们就按照我们这个协商条文通过。好，48条之15，这个是要跟18跟20至22一起，因为有相关呢。这个应该没有争议，他当时只是因为13保留，所以这一条也保留，15也通过。好，我的，你不要一直赶我，我有提问，等一下，那你先，你就，没有，我有一个疑问了哈，就是我们那个许可证，我这样可能会问的比较早一点，许可证拿到第十，然后十二个许可证是，等一下，十二个月。就是我们许可证核发了之后，它才可以开始制造。那它开始制造的时候，因为我们只有12个月，好，12个月的期专属期。那因为它拿到许可证要开始制造，它是不是可能或许要准备一些原料，或者有一些准备期？180，所以它还有6个月的一个缓冲期。OK， 好，那这样我没问题了。好，那48条之15，其他委员还有没有意见？好，没有的话，我们就照通过。来，第48条之16，这有2个修正动议。有刘委员跟吴委员的吴玉琴委员的修正动议哦。是不是一起保留？那个陈曼丽委员，我是在想是说，我们现在48条之16哈，就是说我们现在资料齐备的人啊，他可以在12个月的销售专属期，等于是一年了哈。可是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像美国的话呢，他们对于这个销售专属期，他们是180天哈，就是差不多6个月。那我不知道，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如果把那个玄明药厂的今年P4的这种申请的这个案例呢，也是6个月的话，我们是不是可能把这个时间能够再缩短，还是？是说我们在这个部分有一些其他的考量，所以想要确认一下。还是要数那个市长，那个这个其实哈，当时十二个月反而是让第一家的学名药有比较长的专属保护，所以其实当时在公听的时候，其实业界希望越长越好，所以是对，所以才是我们把它设计到有给他12个月的这个期间，对。好。来，刘委员。那个、好，12个月我没有意见了哈。那、是不是可以取最早这三件的宣明药品的这个许可证的申请案？可以吗？跟委员报告哈，因为你最早其实是要同一天，你如果同一天来，那这个同一天的那三家就可以同时享有。但是你的如果说一个人是第一天，一个人是一个月后，一个人是半年后，那这样就不能够同时享有，因为这样是不合理的。因为第一家他才是花出他的心力来挑战原厂药的，那你第二个其实就是依附而已，你没有花任何的心力，所以这样的是不合理。那你除非三个人都是同一天来，那这样是可以的。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前面是写叫其申请资料齐备日最早者嘛，对不对？吼，嘿，那一样叫其申请资料齐备日最早前三件，可以这样吗？没有，就是如果齐备的时候同时有三件，那三件都算是同一天。OK， 那没有问题。对，好，对，好，那就不需要修了。天，不用，没有，不用特别规定，我们本来就有设计。好，我先保留吧，因为还有修正动议。那个吴玉琴委员的他。他不在哈，他有修正动议，所以我们48条之16并2个修正动议。没有，因为刚才那个刘委员我已经说明哈，那我们那个同如果是有同一天在这一条的最后一项，
好，最后一项就是说，你如果齐备日是同一天的话，你就可以共同来取得十二个月的销售专属期。所以已经有回答吴委员的意见，对，刘委员的意见，对，那个、对不起，可是因为吴委员是采院版的，所以我们院版没有动。吴委员的那个提案是建议采维持。他助理有在这里吗？因为现在吴委员不在现场了，这样没有办法助理。助理，那你去。好。对啊。那 OK 啊。好。那这个我们就按照这个协商条。对啊，你是谁？公平会这边想请教一下，因为在刘委员和会次的版本里面的第二项的第四款有提到现在是照院版是不是？好，谢谢。是是，不好意思打扰了。好，那我们48条至16就定两个修正动议通过哈。啊，保留。不是啊，没有意见啊。对，吴委员那边说 OK。我们按照院版协商条文通过，对对。他很多意见啦，一直讲啊。我也有意见的，我没有了。对对对对对对，刚才问了嘿。48条至18，来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的话，我们就按照院版的条通过哈。来第48条至20。那个我说明一下哈，那因为就是刚才吴委员哈有提出来说，他关切有没有一个机制哦，就是让这个学名药本身呢，如果他没有侵权的话，可以明确让他可以没有侵权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哈。那我们有针对这个有准备一个条文哈，也就是说在48条至20里面呢，我们增订两项哈，第二项跟第三项，我先口头念一下，因为这个文字还要再做修改。好，对对对，你就这样。好，我先口头念一下哈，就是第48条至12之学名药药品许可证申请案，符合下列各款要件者，不适用第48条至13至第48条至18关于暂停核发药品许可证与销售专属期间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如果有下面两款的情形的话，它就可以不用暂停。那第一个要件就是一，已核准新药所登载之专利权且尚属存续中者，属于第48条之3第二项第三款之医药用途专利权，也就是说还有效的专利权只剩下用途专利权。那第二项第二款是学名药药品许可证申请人排除前款医药用途专利权所对应的适应症，那并声明该学名药未侵害前款之专利权。好，就是说学名药来申请的时候已经把还有效专利权的用途已经都排掉了，那这个时候他就不用暂停。那增加第三项，就是说前项适应症之排除顿点声明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那因为这个规定还有很多的细节，所以必须要增订一项来我们会另外定一个办法。那以上是针对回应那个吴委员希望能够增列这样的一个在美国叫做 carve out 的一个条文哈，我们把它定出来。是那个委员手上都有这个文字吗？稍微有小小说。好，有我这边还要再、這個、OK 啊，那支排除用的哈，嗯哼，也主张了，自主张，但那个司法院说不要主张，自排除掉，那就主张可以掉。那电子档有吗？我们这边马上。对啊，那个文字送上来一下好吗？电子档。好，那等他。好，这个文字修正，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你来念一下。好。那个，我们请医师人员念一下好了。就修正的念一下，就刚刚修正的文字念一下。第二项第二款，
学名药药品许可证申请人排除前款医药用途专利权所对应之适应证，并声明该学名药未侵害前款之专利权。那第三项是前项适应证之排除声明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我们按照这个文字修正通过哦。第48条至22，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的话，我们48条至22就按照院版的通过哈。来，100条之1。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的话，我们就按照院版的这个详条文通过。第106条，这个实施日期，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的话，我们照案通过。还有112个啊，没有，只有保留这个，其他都没有保留。好，我们今天药事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哈，那我们这个就按照院版的这个条文协商的条文哈，并刘建国委员的版本好就通过。好，那我们会议到此结束，谢谢。